接下来请收看生命法语。工作时意念和自己工作的人，以及和我活下去成为可能的众生之人族，这样的思维可以避免在工作上产生轻灰之类的恶劣情绪。无论你做什么工作，首先是要学习安怎做好你的工作，但是那要不足以确保你的行为可以成为无误的安乐因，或者是让内心得到满足感，或者是成就感。如果你有菩提心的发心，那安尼任何工作拢会变成一切有情成佛的因。因为你工作会得到薪水，所以现在跟他是录音，你也相信他是录音。但如果你是出于世俗的动机，对今生的贪执而做，无论你把工作做得多完美多顺利，或者赚了几十亿的美金，实际上你做的工作永远不可能变成录音，颠倒不断变成口音。其实你的工作只是得到神主的助缘，你可以得到神主的主因，是你过去借由慷慨布施他人，或者供养皈依敬三宝其他圣物等等而做下的善业。也只有借由进前所做的善业，你才会当得到工作。工作本身只是你得到神主的一项助缘。
在这个世界上，大多数的人情况是，就算因赚了几十亿的美金，全是出于为了自己，为了今生而做，所以每一件代志拢变成恶业。整个人生也都变成恶业，都成以恶处的因，这样的生活是无意义又空虚的。就算讲有人一世人一直拢真好个，后一世冇可能变成善者，代志冇可能永远不变。唯一不变的，就是痛苦。在咱解脱轮回进程，一切事物的体性拢是苦。为体性，就是无虾米代志是确定的，除了佛法，无虾米代志会当带来满足。轮回就参存火，真挚的，唯一会当做的代志，就是逃出火焰。唯一的方法，就是出离轮回。就连成就正觉的友情，参禅佛陀也经历过了种种的困难。虽然伊已经证得了二种，圆满两种正德。有一次，由于过去世一项行为的果报，有一支刺插入伊的脚六寸。如果连佛陀拢说明了这个疼痛来自过去的业，为什么咱未承受到？为什么我安尼一位平凡的友情未承受到？
在世界各地，你都会发现有人对无在学校或者是大学里面受过教育，或者终其一生连一天都无工作过，但却是真好个，拥有足够的钱过过那世人。这显示了一般认定的成功，有钱有名望，这无需要外在的教育或者所谓的职业，连一份正规的工作也用不着，这全是取决于业。人，咱必须经历过去的业，究竟的解决之道，除了修行，无别的选择。佛法以及净除过去的恶业，并尽可能不再做恶业，这是助他今生事业成功的根本解决方案。地甲友情比起来，咱拥有予人难以置信的自由，嘛拥有地甲友情无法度想的快乐。咱认为是问题的代志，根本无算虾米，伊只是真大的享乐。就算讲伫个林道，嘛有真侪其他的人，因个问题比你还上一百倍。上害的是因无找到坚固的修行之道，对因的苦束手无策，对未来世以及届时会发生虾米代志毫无概念，唔知影家己该往倒位去。所以成为人道友情，咱既然拥有予人难以置信的自由，就更加必须用安尼的自由来实修佛法。发生伫咱身上的代志，正伫个结束过去世的恶业。
如果因为伊省心生疏他人而失去整个事业，你也是会因此得到真多功德。就算你努力的结果无带来真多钱财，早晚你也会享受到成果。当你为对友情具有深共利益的计划工作时，通常障碍会升起，不是每一摆，但大多数是安尼。你必须要有真大的功德，才会当提供这种成事。那无的话，友情早就非常轻易的幸福啦，未有任何友情留下即马。你过去拥有财富，受用的业已经耗尽。当你还有机会时，你无少有供养和发展，以及布施友情来做更加多善业和财富。最近的善业只用在你自己身上，并无怀着对处世的贪恋执着，所以未变成善的。你这个功德业已经耗尽。最重要的是你必须要怀着强烈的信心修行。当你在享受善业的果报时，应该以诚挚的心、疗愈友情的心，继续用伊来做更多的善业，这样成功将会继续下去。如果在你承办了强烈的正业，并且累积真多功德了后，譬如供养非常有力的僧师和上师、和友情或者和乘客，然后如果你胜利失败，这是一种正业的征兆。
经典教授中讲，修有力的正业法门，比如发菩提心，可以使你免于经历到投生于恶处，并且受劫忍受极大痛苦的沉淡恶业。如果事业失败，以致你唔免多劫经历真多沉重的苦。你会当着急结婚，结果却终其一生生活在不幸、冤家、嫁无调和之中，这无意义。应该开几年时间观察可能的结婚对象，才做决定。认识一个人，爱开时间。护持台湾燃灯功德会，邮政划拨，户名社团法人台湾燃灯功德会，划拨账号50323858，50323858，银行账号，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-001-202-608，012-001-202-608。有关弘扬佛教教义及活动相关之供养僧众、供斋、点灯、慈悲施食、药供烟供。佛教慈悲置业曼殊势力中心劝发菩提心文招生通启，此菩提心诸善中王，而苦难众生是菩提心的根本，诸佛菩萨为菩提心之花果，愿菩提心必于众生中求。如何在现行大环境中发起正确的菩提心？能发起菩提心又有哪些因缘？每日我们饮食三餐，但佛陀说的精神解脱法时，我们有按三餐思食吗？进入由净土宗第十一组醒安大师为我们悲泣指引，听闻读诵者无不落泪，修净土法门的行者更需切愿发此菩提心。让我们在五浊恶世中思想波如何不受外境干扰，转成净善的光波，与法相应，与佛同行。课程内容：醒安大师劝发菩提心文，课授讲者心普法师。上课时间：周六上午9:30至11:30。上课日期：7月8日、7月15日、7月22日、7月29日、8月12日、8月26日、9月2日、9月16日、9月23日、9月30日，共10堂课。地址：台北市内湖区康宁路3段99巷10弄2号1楼。报名电话：02-2631-0619，02-2631-0619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2023年正式开启药师祈福灯。欢迎台南地区大德为重病者点一盏药师灯，敬请亲临分会登记，不受理电话网络报名。联络电话：06-271-6616，06-271-6616或06-271-6612。
02-0627-16612，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二段345号。既然你不会永远留在这个世间，听闻的人们啊，那么现在就开始准备你的旅程。在我们之中，谁没有想过去建造一幢坚固牢靠的房子，可以让我们住在里面数十年，并在我们离开世间之后，还能维持数个世纪？谁不曾梦想致富，在余生免于所有的忧虑？是永恒的恶魔诓骗了我们，让我们相信事物能够持久，相信任何人事物永远属于我们，注定会令我们失望。这是多么悲惨的景象啊！目睹人们在死亡时，心思完全被所爱之人与所留下的身后物占据，遗言除了一连串的执着之外无他，完全无视于等待在他们前面的命运。如果他们完全忽略任何具有真实意义的事物，那么他们所要面对的命运很可能是充满痛苦折磨的。相反的，圣者与真正的行者不认为自己拥有任何事物，甚至连自己的身体也是如此，更别说财物或住所。听到这样的事迹或遇见这样的圣者或行者，是多么令人有所启发啊！他们是财物为暂时借来的虚幻之物。我们要经历很长一段旅程，去通过六道轮回，如同一名小心翼翼准备旅程展开环游世界的水手，我们应该亲近佛法，为自己面对一段甚至更长通过死亡与再生的旅程做好准备。积最大的福，生最大的善，走跟生命。